对面直接 poke 怎么办？训练步伐了，这肯定也是 poke。我感觉他是 poke 一直把他训练步伐。交闪。不打吗？杀他呀！别打我，别打我！可以继续对。哦，这个没补到。没事，慢慢来，不急。哎，他先。可以，这锤是牛啊！但是还是推快了这个兵线，这兵线还是推快了呢。天哪，我以为。这死不了了，别走了，别走了。我来这里。那算来了。没 K 到。没 K 还要杀吗？伤害够，我还看了一下，左上角，他77滴血，我 A 一下86，直接闪现上去 A 一下就好了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좀죽어주셔야겠어嗯，中路死了。不如给我灯笼呢，打不他！哎，正好被挡住了，我操啊！给我灯笼好了。진정해그래봤자죽기밖에더하겠어大不了就不回家呗，有本事你就别回家。这有本事，啊，怎么这么多血了？你不能一波线，必须推两波线，对的。就是刚才还是，其实还是推慢了。炮车的话就是这样的，就会要考虑这些。你看这种不是炮车线就直接推，不想让他吃塔皮啊。啊，
你们在干嘛啊，对面？哎，给我灯笼。所以还是不要玩 poke 六维鲁斯，而且是带这种仙攻的，一点伤害都没有。这是为什么我最近我不知道，我不太想玩这个的原因是，真的很垃圾，真的很垃圾。他只能慢慢蹭，你们懂吗？那就只能慢慢蹭。哎，我要死了！家怎么打？会不会很浪费呀？可以推掉了，推掉了。维鲁斯守不住的，拜拜拜拜，感谢送的荧光棒，感谢送的荧光棒。嗯，其实不如买睁眼这个，他应该是打不过他的。那还是我的人直接走了，没点了、啊、点了我们就直接冲，卡了，客户端卡了。我这个分加分还多。